So today we are here in Columbia University with Dr. Amy and her daughter Ashley to talk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aising Asian American kids, especially in this case, Chinese Americans, that they can be bilingual or even multilingual. Dr. Amy, she's a writer and a columnist herself for an educational publisher both in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e w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a researcher in Teachers College in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she herself, she has raised three fifth generational Chinese American kids. And Ashley is her second daughter. She's 17 this year, and she's approved that you can speak two languages or even be multilingual in a country where English is the main language. So we're gonna jump right into the interview. It's gonna be in Chinese, so I'm gonna pop the first question. 那 Amy 教授，我想问你，教你的小孩说中文、讲中文，是你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坚持，还是你认为中文的确是一个很有用的语言呢？好的，其实当时候我做这件事情倒是没有那么的有目的性啊，我只是很好奇，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一定就必须要把中文扔掉了吗？啊，那尤其像我的女儿孩子都是第五代的美国华人，所以那时候我完全是为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去了解这个情况。那当然自己是讲中文的，所以我也希望孩子有保存我们的母语，那么将来就当然对文化的一些认同，还有一些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都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的一些好处。好，那你觉得在这个你坚持的过程中，你遇到什么困难呢？是的，很久以前，那时候呢，我们因为我先生不会讲中文，所以只有我会讲中文。然后我们也没有上中文学校，他们学校也不教中文，所以整个来说，大环境是不利于我们学中文的。所以我自己就在学校在念了硕士，念了博士。努力的研究怎么样才把能把语言教得好、教得正确，还有效果。所谓有效果，就是说孩子也要愿意学，这才叫有效果。所以之间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因为学术上都有这些研究的，所以基本上虽然有挫折，但是都能克服。然后到现在，孩子也都很自动自发地学中文。那你是用什么方式去克服这些困难呢？是的，我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教授，所以我会很自然地回到文献去找一些资料，找一些语言理论的基础。如果说这些做法不合语言基础的话，理论的话，我就会修正。不过有时候语言的理论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我也会把它带进来，理论要修正的地方我也会修正。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父母家长或者老师孩子，我觉得大家都抱着一种说进步，在大家一起进步、一起学习的心态，而且要相信孩子，要相信自己，孩子一切都会没有问题的。这样子的过程会有效，而且它的过程是让孩子觉得是充满兴趣跟乐趣的。那刚刚您说你的先生只说英文，那你觉得他用什么方式来帮助您教导你孩子 like become bilingual？ 老实说，他的以中文教育来说，他几乎是没有办法帮到任何的忙啊。但是我想他，但是他也非常的赞成孩子们应该要把中文保存下来，因为我先生在美国出生长大，他是第四代美裔华人，所以他完全不会中文了。他自己也觉得，当然那时候有时候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他做的就是一种精神支持而已。Ashley， 我对你的问题就是说，学中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Like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是不是因为你父母对你的要求呢？还是你内心你真的对中文有兴趣？我是觉得我是真的对中文有兴趣，而且我觉得学了中文可以跟像在台湾和中国的家人沟通，我觉得也很好。然后也是学到像我自己的文化的部分。那你最喜欢中国文化？你最喜欢中国文化哪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学中文很有趣，就是因为有很多像很多中文字像的来源都很有趣，然后我也很喜欢找像中国的歌手还有电影，我都很喜欢。那这些在你学习过程中，你 like how does it look like in the daily life for you？ 你好像比如说你会听歌、看电影，就好像 spice it up， 让它更有趣。我学校有上中文课，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功课，所以无论像阅读或是写作都会接触到。然后除了那以外，我在家里也会自己学习，比如读中文书或者看电影、听音乐。那你觉得学中文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可能以后你毕业了以后，你找工作会比较容易，还是你对这个你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学中文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可以去中国台湾跟大家沟通，然后我觉得以后如果想在那里工作也有机会。OK， 那你身边朋友都是 ABC 还是他们还是 like their Spanish？ 他们会说什么？在我学校的同学，很多的是。都不是 ABC， 很大多都是像白人，也有一些 ABC， 但我觉得他们中文，的中文的程度也不是很高。对。那你觉得你认识中文的程度到哪里了呢？还是你想要 What's your goal？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可以学。我觉得我想有办法跟像中国台湾的孩子沟通，然后像聊天到那个程度。对，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呢？ Like， 你是 I mean as an Asian， 你有就有一个你是台湾人，那你有一个亚裔的面孔，那人家会不会对你有一些 like 看法，还是 like oh she can speak Chinese or no she's American she can't really speak Chinese？ 我觉得别人像在美国，没有人真的会觉得很奇怪我两个语言都会说，但我好像我感觉到像回到中国台湾，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是会讲中文的，所以我觉得讲中文很好，因为这样是我像自己 identity 的一部分，所以。So， 这你会学，你会说中文，你感到很荣幸 ，right？ 对。他现在他目前他念的小说就是他会看见文言文的小说，还有一些比较深的小说，然后所以都他自己自动自发找。然后我其他的哥哥跟妹妹也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在看小说。他们学校是完全没有教任何的中文。然后这个东西，然后 Ashley 本身他从小其实语言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并不是那种天生。爱讲话的，他是一个比较静的孩子，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他也是蛮认真的，对。然后之前其实我们也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今天这个情况并不是说我的孩子特别优秀，也不是我优秀，都不是，只要方法对了，每个孩子都可以做得到。那你对你孩子你有三个孩子 ，especially Ashley， 对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来？你要他们学中文学到哪一个程度？比如说，我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那这东西也看每个孩子的那个他的程度。但是呢，以我来说，他们三个孩子，他们目前都是看小说是没有问题，成语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些《论语》《古典文》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语言是无止境的，对，所以会一直上去。那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什么时候会怎么样？其实是 their call。他们会晓得的，我是尊重这个东西，但是呢，我知道他们有这个兴趣在，他们有这个 motivation， 所以我的感觉他们还有很长的路会走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对，他们是，我觉得他们是，而且这种学法是不是父母的要求？因为其实我从来很少，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是虎妈，我也不相信这一套。对，然后他们，我觉得也是一个 living proof， 他们自己孩子可以自己做得很好。所以你们在家里都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沟通？因为你的先生就是你爸爸是说英语而已。我是跟我妈妈和我的哥哥妹妹用中文沟通的，然后我跟爸爸是用英文沟通。Wow, so like the transition in the house is like English and Chinese. 哇、oh, ，好棒好棒。那刚刚我们跟 Amy 教授和他女儿 Ashley 聊了一下，那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小孩真是不容易。那要培养他们在美国能说中文能说英文呢，这是一个。做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不简单。他将会出版他三本书，第一本将会在七月出版。那对于家长，你们想培养你们孩子呢，可以 follow Amy 教授的旅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